你，风泽耀，你大晚上到我屋里来干什么？偷东西，偷东西！没有，谁让来的？金雪瑶，对不对？金雪瑶，让你来偷东西！不是，怎么这是？快擦擦，别感冒了啊！ 我没有啊，你孕妇期百人，你好狠的心啊！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我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你说什么？哦哦，呸，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这日子没法过了，快去找我爹！哎呦，姑奶奶，这大晚上的你就别闹了。那你亲我一下，当做赔礼道歉。好，亲，喝点酒吧。为什么？气氛呢？浪漫。走，干杯！ 你喝多了，别喝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个砍头的大秘密。你知道面具侠是谁吗？是我，我是面具侠。 小姐，你刚死哪儿去了？小姐，他刚才说他自己是面具侠，我还说我是皇太后呢，这是醉话，能信吗？别愣着，快过来帮忙！哎，哦哦，哎呀，好沉啊！哎呦！ 丢失的照片，仿佛是悬在金雪瑶头上的一把刀。虽然表面做出事不关己的样子，但金雪瑶内心万分焦急。审时度势，此时的冯玉玲与丰泽耀应已入侵，正是行动的最佳时机。金雪瑶决定，事不宜迟，必须及时取回照片，消除后患。
大半夜的不睡觉，在人家床底下干什么呀？今晚的月色好美呀、啊，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哎，你们家小姐睡了吗？我们家小姐，小姐跟姑爷在被窝里聊天呢。金王爷的外甥女去水氏祖祠干什么呀？小姐也是这么说的。只要能证明金雪瑶就是水寒冰，就能顺藤摸瓜查出剩下所有的革命余孽，还有面具公子，我就可以结束这场借尸还魂的噩梦了。到时候老爷还会对你刮目相看，许你高官厚禄呢。说不定有一天你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哎，你跟你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起来！我东西呢？什么东西啊？我要还给你！哎呀，还给我！什么东西啊？丰泽耀，你太不要脸了，跑到媳妇屋里来偷东西！金雪瑶教你的是不是？还我！还我！你神经病吧？大清早的跑到我床上来胡闹，我招你惹你了？看清楚，这是谁的房间？谁的床？冯玉玲，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这个泼妇！不，你是个淫妇。那你呢？先偷人后偷东西，有比你更渣的男人吗？冯泽，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把东西还给我，我就掐死你！啊，冯玉玲！冯玉玲，你那点破东西我还不稀罕呢，你丢的是金子还是银子？挖地三尺，我给你找出来。真不是你偷的？我偷什么了？那怎么会不见了呢？哟，你至少告诉我你丢的是什么吧。你干嘛去啊？我去报官，我让官府来查行了吗？啊，我大清早挨了几个嘴巴子，不能白挨吧？不要！你过来！你确定？只不过是一件东西罢了。冯玉玲就紧张成那个死样，我说报官吧，他还不肯。这就说明这件东西啊，多半是见不得光的。估计都不是他自己的。昨晚你没听到什么动静吗？
我喝醉了。胡闹！师傅，哎呀，我本意呢，我是想灌倒冯玉玲的，哪想到他那么能喝，还让有心人给捷足先登了。那位有心人会是谁呢？金雪瑶。爸爸。药材卖的还挺好，都卖空了。是啊，尤其是以曼陀罗花粉和巴比妥酸的药物销量略高一些，大概各自在300斤左右。都是些毒性药，普通的药房都卖不了多少，风马拿的销量怎么这么大呀？都谁买了？哎，这个我……这个不能说呀，主要是我要给舅舅做一个详细的报表。啊。是这样啊，你看看，这就是他们两家购置的清单，小林商会和冯司令他们，其中毒性药品他们购置了有80%以上吧，都是他们购置的。从去年的10月份到现在，购置了8次，以小林商会的名义购买了3次，冯司令5次，5次。这么大的药量，他们用来干什么呢？会不会是跟强购风满堂有关？啊，这个，雪瑶小姐实在是对不起，我风某人只管低头买卖，有单子就接，有钱我就赚，我从来不打听客人的名字。要说这个冯司令。和日本人，我哪家都得罪不起啊！要说这个接触的人嘛，也就是接头的人嘛，这个人你也认识。谁啊？小林商会的会长川岛英子啊。他？过几天他就要到这儿来选购药材了。喜欢啊，喜欢我送你一点。我才不稀罕呢。那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我就送你什么。大侄子，你这泡妞方式也太老土了吧！为自己爱的人画点血本，不是应该的吗？哎，听说冯玉玲屋里丢了样东西。什么东西啊？他不肯说，也不让报关，你猜会是什么呢？不让报关，八成是见不得光的不义之财吧。你说，会不会是从你屋里偷走的那样？大侄子，你的妄想症越来越严重了吧？我再说一遍，我没丢东西。啊，好。你昨天晚上在干嘛？睡觉呗。在屋里就一直没出来？废话，睡觉不在屋里，在哪睡啊？停车。
怎么了，媳妇儿？哎，去哪儿啊？雨晴啊，昨天晚上你离开你们家小姐房间以后，干嘛去了？我去哪儿了？要你管吗？我们家小姐都没有过问呢，你算哪根葱啊？你们家小姐房间里丢了东西，她正忙着找呢，没空来问你，所以我先过来问问。你好好想想。丰泽呀，你还真是无处不在啊！媳妇儿，你到舞厅跳舞也不叫上我，我可是滨江县城赫赫有名的舞场小王子。怎么样，来一曲啊？想跟我跳舞啊？你还不够格，我说了不跟你跳了。哦，哎，丰泽耀，媳妇儿，你跳舞的时候好美啊。丰泽呀，你是没完了是吗？只要你承认你是水寒冰，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为什么就是水寒冰？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呀，我是你姑奶奶。
约在歌舞厅见面，不然真不好动手。雪瑶小姐好像已经知道照片是我偷的了，她要是告诉小姐怎么办啊？我会不会被赶出冯家？什么亲人都没有，到时候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玉秀，冷静，听我说，那张照片我会尽快找到机会给冯司令看的，而你只要在雪瑶向你家小姐过话之前，先发制人就行。什么意思啊？这不行，我不会撒谎，到时候被小姐揭穿了怎么办呀？不是让你撒谎，是让你说几句你们家小姐想听的实话。人呢？跟丢了。丢了。他搞这么神秘，是想干嘛？接头。你就是冯泽耀啊？口白不错嘛，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小四喜啊？哎，师傅，这附近有没有一个戏班叫小四喜啊？小四喜。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着娇子赶快躲进暗格。要进也是您进啊，您是面具公子，您是所有老百姓的希望，您不能有事儿。要不我们一起跟他们拼了。听我说，韩冰，你是同盟会北野满地区的唯一药专家，粉碎风国会和黑狼会制造神奇药物的阴谋只有你能完成，所以你必须活下来。韩冰，他们虽然包围了这里，但是不知道我的存在，让我以你的身份留在这儿，到时候他们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就会停止对你搜索的。嫂子，这样不可以。后悔吗？不后悔。我爱你。
金先生夫妇为掩护水寒冰，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暗格走出的水寒冰，望着这满目苍夷，已猜测出大概，不禁悲痛欲绝。但他不能停留，他身负金先生的期望与重托，身负革命党人的任务与使命，他必须前进。按照金先生生前交代的路线和暗号，水寒冰带着药物资料连夜奔向临河，投奔同盟会北满分会会长杨长玉而去。在滨江县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你怎么可能再回去？正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我死了，我才要回去。杨先生，现在除了您和我自己，没有人能证明我的身份。从今以后，我就以另外一个身份，一个跟水寒冰长得一模一样，但是跟他没有半点关系。只要您能给我一个滴水不漏的新身份。杨先生，我们的侦查已经陷入了僵局，可是冯司令和黑狼会那边却马不停蹄。如果他们成功了，那我们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金先生，还有牺牲的那些同志，为了全滨江县的老百姓，更为了重振我们革命的力量。
韩冰，你回来了。苗班主，同盟会会员水寒冰向您报道。好，一切都好吧？我借助金王爷收购丰满堂的机会，成功的打入了丰家的内部。丰满堂那边我也去过几次，只是丰老爷对于冯司令还有小灵山会的事情讳莫如深，不敢多谈，所以我的收获也有些。只是近期我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川岛英子会在近期前往丰满堂，他们购买药品的种类也会发生改变。那这又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隐藏在幕后的那个日本精神科专家石川秀吉对于配药比例进行了改变。谁呀？哎哎，媳妇儿不让进的。哎，我找我媳妇儿。媳妇儿，来来来，媳妇儿，来来来，媳妇儿，媳妇儿，这不让进。我是来找我媳妇儿的。哎，媳妇儿，媳妇儿，这谁是你媳妇儿了？那是我媳妇儿啊。媳妇儿，风泽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媳妇儿，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是来接头的，这是你上级啊。我怎么看着不像啊？贼眉鼠眼的，你可千万别被骗了啊！丰泽耀，你有病吧？你整天跟着我不累吗？完全不累啊。媳妇儿，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直到你承认你就是水。我承认，我分分钟承认，我是水寒冰。放手！我不是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种违心的，我要那种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媳妇儿，你把我当成自己人行不行？你告诉我这段时间你到底遭遇了什么？还有，你到底丢了什么东西？是不是有幻想症？没有啊，我有幻想症吗？这，媳妇儿，我就是想保护你，多简单啊！我就是想保护你，这都不行吗？就想保护我？对啊，我干什么你干什么？那肯定的。那行啊，来，给他送送筋骨。送送筋骨？干什么？走，媳妇儿，这干什么？哎，下去！干什么？走，干什么？筋骨折了，下去吧！啊，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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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断了，媳妇儿要断了！这么点罪你就受不了了，还想保护你媳妇儿？啊！
你就吹吧你。行了，你好好享受吧，我要回家吃饭了，我会帮你多吃点的啊。不是媳妇儿，你这就走了啊？断了断了断了，媳妇儿，救我！断了断了，师傅，快救我！师傅，厉害！先生，我这儿有一味良药，专清恶毒，治千年顽疾，想不想试试？都愣着干什么？给我连起来！快点！我这个是还原犯罪现场。那天我在这正准备洗澡脱衣服，突然衣柜那儿响，我就走过去了。这时柜门突然打开，相公从里边冲了出来，一把抱住了。显然他被我的美貌和性感的身材所吸引，就要吻我。这时相公要跟我洗鸳鸯浴，就在这个时候，他看着我精致的脸庞，又激动的要哭了，他又要吻我了。这时相公突然提议说，我们喝点酒，营造一下同房的氛围。可是他喝多了，这个时候你就进来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把相公抬到了床上。轻点儿。是这样吗？然后相公又一次疯狂地抱住我，然后我随手把衣服一丢，就丢到了地上。那个时候照片还在衣服里，对吗？问你话呢。什么是错？什么是最后的结果？我不想说什么美好，什么苦涩，什么让人受尽折磨。不想再猜什么如果，不想再听潮起潮落，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百合，它在我脑海里穿梭。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如果眼是条悲伤的河，它在我的心中流淌着。
美好，什么苦涩，什么让人受尽折磨。不想再猜什么如果，不想再听潮起潮落。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百合，它在我脑海里穿梭。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百合，它在我脑海里穿梭。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它在我的心中流淌着。